欢迎蜜姐来到我们的现场。蜜姐也是我们浙江卫视的常客了嘛，然后之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跟我们的点击量播放量，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浙江卫视的这些观众朋友们讲呢？就是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里，然后也是巴沙慈善业的好朋友，然后也可以见到很多老朋友在内场，然后啊，一切都是为了慈善。对，今天晚上蜜姐会不会带来一些为慈善而来的一些演出和助力呢？今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的表演，谢谢。表演，对，好，谢谢，谢谢你。的当红小花李沁最近也是关注度颇高，不过似乎本人并没有这种自觉。近日李沁现身首都国际机场，一身简单装束，青春范十足，不知道是自信还是不在乎，李沁直接素颜上阵了。不过可能还是觉得需要注意一点，于是搭配了一副眼镜，无损她的媚，看得出皮肤很好，整套着装简单舒服。不过想想李沁这一路也真是挺不容易的，有粉丝就曾经表示李沁这一路真的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出来的。到今年暑假之前，李沁为什么不红的问题还挂在知乎上，不过好在命运总是公平，楚乔传终于让人们认识到了这个姑娘人有多美，戏有多好。李沁的起点不低，当年那部惊动全国的新版《红楼梦》里，李沁是薛宝钗的扮演者。不过奇怪的是，这样的高起点却并没有带来李沁的大红大紫。不过可能也是拜这个所赐，李沁一直踏踏实实拍自己的戏，《建党伟业》《守望的天空》《白鹿原》《楚乔传》《建军大业》，一部部的作品终于让他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子。可能对于很多在娱乐圈发展的人来说，他们是明星，但是粉丝觉得李沁更像是演员，努力磨练演技，然后有一天会发光。